来重庆都是一次新的体验啊、嗯，然后也希望这次中国杯我们能把现在的水平发挥出来。去年的时候我是作为观众来重庆去观赛。观看中国杯，然后这一次我去做运动员来参加中国杯。我觉得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断的突破自我，然后在场上把平时训练的都发挥出来，然后体现自己不错的一面，就是可以的了。